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，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。哎，光汉，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啊？最近疫情比较严重，所以都跟你们一样宅在家里啊。感谢你们找我工作。哎，这个不是我刚代言的巴黎卡诗 K Hastas， 为大家推荐一下，这个的话是巴黎卡诗的第二代神仙精油山茶花秀发高光瓶。那这个的话是玻尿酸水光发膜。今天就来为大家做一个产品测评吧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刚运动完，这几个澡，等等见。最近真的都没出门哦，头发也太长了吧？对啊，最近都待在家里，哪有时间剪头发？你们应该也是吧？那就算没时间剪头发，还是要记得护理头发。哒啦，挤两下，然后像这样搓揉。抹在发尾的地方，刚好是我喜欢的味道哎。它含有山茶花精粹，吹风造型前使用可以起到保护头发的作用，让头发又闪又香，湿发干发都可以使用。哎，光汉，话说回来，你的发质确实很好哎。当然啊，因为我有卡诗神器。不过女生发质真的很容易很差哎，就像我之前染发，现在头发就变得很枯燥。这个是新上市的玻尿酸水光发膜。玻尿酸水光发膜？对啊，染头发跟漂头发都不用再害怕，它含有超厉害的玻尿酸成分，可以让你的头发水光质感，亮泽柔软，很轻盈。温馨小提醒，最近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，出门记得要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勤消毒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好好呵护自己的头发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